此又是他理妙用，更加以外神异性吉林难免啊，这是一般凡夫现象啊，外面佛菩萨圣贤容易相信啊，自己心性很不容易明了啊，明心见性难的 啊外面圣贤呢，你真正了解认识了容易相信啊，外圣异性阿弥陀佛吉心难明算了，放在一边不要去理会，我们全心全意就靠外圣，就靠阿弥陀佛，靠到最后晓得原来阿弥陀佛不离自心。大家看到三十心念的法门，中峰禅师说了两句话，说得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说得多好啊。阿弥陀佛从哪里？我心自现的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此方，此方即是极乐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只要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此地就是净土。跟在极乐世界无二无别，为什么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就回归自性了。我们这个世界见性之后怎么样？见到一切法清净无染啊，没有染污，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得见性了。所以要知道因果同时，感应不可思议。是以巨夫凡夫，但能信有世界明月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。深信这两个有，念老真的住得好，写得好，这两个有字太重要了。啊，欧耶大师在晚年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啊，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西游道人啊，西是西方，游就是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啊，把这两个有字作为自己的外号，念念不忘这两个有字啊，所以念公老居士啊劝导我们要能信啊，能信有世界明月极乐，其土有佛好阿弥陀。弥陀经上说的啊，深信这两个有字切愿往生，一向持名啊，
即可如愿，今等不退，不退。是乃凡愚所同能，都做得到的，一点都不难。那若独言救民自心呢，则为上智所看人。那如果讲民心见性，那是上上根人。啊，不是上上根人，做不到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